水流突然急，溪水暴涨，还布满尖锐巨石，远景扶着女子渡河，女子刚踏进水中就不小心滑了一跤，吓坏所有人。后方四名登山客一脸焦急，手牵着手互相搀扶，等待警方救援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远景不畏湍急水流，接连护送了九位受困登山客过河。这起事件发生在新竹的镇西堡巨木寻步道，来自新北的四男五女前来登山，没想到因为午后雷雨溪水暴涨，返程时意外受困溪边。警方接获通报，火速赶往现场营救。所长是当地泰雅原民，立刻和同仁挺进溪谷底，发现受困的九名登山客。民众看到警察，高兴惊呼：“警察来了！”我查看溪水状况，确认安全无虞后，立即涉水以人力接驳方式将受困民众一个一个安全护送到对岸。警方特别提醒，山区气候多变，夏天雷雨和台风期间最好不要前往山区活动，行前也应了解天气状况，做好万全准备，确保自身安全。记者何孟谦、吴逸轩新竹采访报道。